今天是我们刘婷婷女士的180岁大寿啊！什么180岁？来吃个饭吧。三个人终于聚首了，能坐下吗？能啊！几点？咱仨多瘦啊！就是三个100斤的，还坐下还不容易。我们留了要一只烤鸭，哎，好嘞。然后要一个锅塔豆腐，然后一个雪姨豆沙。还有什么是特色呢？放酱水煮鱼、鹰尾锅、蒸扇贝、国宴狮子头。国宴狮子头。对。那来三个，来一个猪蹄儿吧。玩什么 ？I'm sing star。什么 star？ Sing， 瘦瘦子的瘦。这对我也是一种祝愿。我以为是唱歌。我也以为。要不要先吃一点甜品呢？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哥们儿，饭没上呢，先烧蛋糕了。你猜我们仨谁过生日？中间那个名字。哎，对了。Yes。看看我用心挑选的蛋糕。来吧。许愿呢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TT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已经灭完了，不用吹了。你把那个中间葱就是随便吃。这寿桃能吃吗？可以吧？这老太太也不能吃吧？我看看，拿走。哎，刘姐吃不了。哎，你家冰箱有这么大地方吗？我都给倒腾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！轻轻来一口，兄弟们。就丢吧，感觉湿瓜的呢。你说蛋糕掉下来。小花一般啊，小花没吃出来巧克力味。狮子头，一人一个，还是狮子头。锅塔豆腐，这啥？总理茄子。它里面怎么还有大米？我也看见了，是不是糯米啊？我先来一口，好吃啊，好吃、啊，比那普通的狮子头好吃多了。这个狮子头，我要称之为我这么多年来吃过最好吃的狮子头。烤鸭来，来烤鸭了，刘姐。他为啥不搁厨房切好，完直接给他端过来呀？想让你看那些是完整的烤鸭。对，非得馋咱们一会儿。阴谋论。哎呦我的妈，哈喇都流下来了。刘姐，给我要点醋和辣椒呗。长寿面不能吃醋和辣椒，谁规定的？那是小柿子，那是小柿子，凑合吃吧。在他的印象里，他是寿星，他听你的干啥？他没有上帝视角。一会儿你说你要吧，罗子，我不想吃。寿星不想吃，听着没？就凑合吃吧。尝呢？长寿面，长寿面还得尝尝，好吃，这味儿挺好的，鸡全是鸡精够多的。我真受不了了。人家给你过生日，你说人家全是鸡精勾兑的。哎，你那个长寿面必须一口秃噜进去。头搁哪呢？我得从我出生的地方开始吃。九台，找着九台没？我卜村。哎呀！来一个婷婷，我等你卷呢，这也给我吃呢。行，看你是寿星的面子上，赐予你。好吃。刘姐的给我那边放一块肉，都给自己放三块肉，啪嚓进嘴里了。快人，把扔到饭里吧。我也倒一下吧。这得老好吃了。为什么把鸡蛋都放在我这儿啊？因为你也是八大寿星呀。你可能如果我也泡饭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放他那里呗，一个传一个。同意。我其实才是每天受欺负的那一个。这叫什么？狮子头鸡蛋拌饭，我不敢想象有多好吃。瞅你也出息吧。爸妈没说给你过生日啊？因为咱们仨，他们仨搁置，明天过。一个生日得过七天，赶国庆了。谁到了？我明天又要去面见一个小警察了，小 police man。哎呀，又你不是你倒卖人口的，哪来这么多 police 呀？啊？吃
不是要筛选孩子嘛，所以初中题就嘎嘎难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爱吃啊，刘姐。刚收的新，刚收的新人礼物。我装起来了，我先啊。就照一张啊？妈，一张5块钱呢，给你俩照不错了，这纸成贵了。我那你看吧，我这贵了，那你成贵了。那请问跟谁拍呢？生的？你不跟我俩拍，你还有别人？下次是24年生日，25年生日的时候。这么漂亮的，看看，肥啥都不漂亮。哎呀，真带劲，还没显现，还没显原型呢。等会儿吧，刘姐。哎呀，我去，下册。哎呦我的妈，下册。你说我试的，试试。哎呀，我试试。我不知道能拍成什么样，试试。看看可爱小相册啊。哎，这挺可爱啊。这俩人咋这样的？哎呦我的妈！一天带几个兜子出来？哎呦我的妈！买菜兜里面装个小公主包，小公主包里装拍立得包，拍立得还拿相纸包上。哎呦我的天！以免磨损。说他要去研学，学生都搁那哭哭种地的，骡子让家长拿大台去照相。昨晚会我们还去唱歌了呢，上去。哎妈，唱的我相信。你们有没来单独打一首啊？没有。给在座的 police 班都打下。没有 police 班。没有找平替呀，研学那边没有校园保安的。干啥呀？没有，只七十桌子，还是我的，过了好吧？我就不尝了，刘姐。我也不。你知道为啥吗？骡子，他刚才。完了，这长那长的，不让他，我就舔进别人拿扫把不样，我麻烦也得从边上上来吧。我把你俩先成病别接感了。还有骡子也是，我刚让骡子给我包烤鸭，包的也拿个黄瓜放这里。我寻思这咋整？我实在想吃，我装没看见吧？我送嘴里了。你他嫌弃咱俩？我你今天想烤鸭吗？你说，你成嫌弃咱俩了？咱仨做事挺急哈、啊。让我走呗，没那意思，刘姐。让我走，没那意思。如果非要走的话，结完账再走。完了，那是小飞虫，给他碾死啊！这就是老师，给他碾死啊！宝贝们，今天给你们都退学呀！宝贝们，明天把你们家长全叫来。你对。你就是古代那罪恶兔妃嫔。什么屠龙少年终成恶龙？这句话太适合罗了。我的，来刘姐，咱结尾吧。爱你的心。再见了。Goodbye， 我们 happy 啦。happy 去了。罗子跟大家拜拜。拜拜啦。好久，有缘再见了，有缘再见了，这啥意思？听出来了吧，老铁们，这辈子不想再见了，没别意思啊，没别的意思。